生活在有色眼光底下，他的善意处处招人误会。他在电梯里面偷小便，不是我。不善表达的他，常在不经意间吃了闷亏。他刚才在厕所里面偷看我儿子小便。你到底有没有偷看小男孩小便？啊，悠悠。你干嘛打他？那我该不该表示天才的妈妈？他压抑在内心世界的渴望，只求找到一个情绪的出口。在他纯粹的世界里，究竟有谁能懂？你的世界，我们懂。你可以上 MiWatch 免费随心选看本节目的视频。